我已经断更了两个月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带你们去看。实际上这两个月呢，我们非常辛苦，一直在做农场的翻新改造，就为了欢迎大家五一节啊到农场来体验鱼菜共生。然后呢，我们里面还做增加了很多的娱乐设施，大家跟我来，走吧。鱼耕田进来以后呢，就是我们的科普长廊，走，我带你看里面有什么内容。这里面有五个展示展板来介绍鱼菜共生的这些基础内容。然后呢，夏天以后这上面会攀爬上我们鱼菜共生的瓜果蔬菜，非常凉快，走吧。好，这里就是我们鱼菜共生单元，这是我们叫一号系统，这是我们鱼菜共生的功勋大棚，已经9年时间了。然后这里面你看养着几种鱼，然后产生的鱼粪呢，我们去种着，你看很多的蔬菜，漂亮吧？到了大棚里面就心旷神怡了。我带大家去我们的餐饮区去看一下我们整个农场的鸟瞰，我们在2楼上面去走。我身后的花墙就是我们的餐饮区，我们主要搞亲子活动、研学、劳动实践等等。好，跟我来。好，刚才外面很热，进来就很凉快了。你上面我们有电动遮阳网，然后我们这集装箱全部重新上了漆，然后我们经过检测呢，这些甲醛已经为零了，完全没有污染了，非常舒服。来，我们到2楼去看一看。现在到了我们餐饮区的2楼，这套系统就是9年的功勋鱼菜共生大棚。然后我右手边所指的就是我们的2号系统，这边是我们的3号系统。我们整个农场有3套鱼菜共生系统。天气炎热，我们有遮阳网，然后可以在这儿休闲喝喝茶，一家人可以聊聊天，整个能够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。逛了一圈了，大家也很累了，我们上了鱼菜共生的鱼火锅。我们一般提供2到3种的鱼菜共生的鲜鱼，还有若干种蔬菜，还有我们的鱼火锅的汤底。我们一般提供麻辣和番茄2种。来，这个是我们的佐料，然后一定要打点红油啊，原汤化原食，这样才好吃。哎呀，我都忍不住了，来捞一下。哇，这个熟了，好吃，非常新鲜，没有任何的杂味，没有土腥味，肉质很紧实，好吃。好，一顿麻辣鱼火锅吃下来，我们下面干嘛呢？来，跟我走，我带你们去玩一玩。好，吃饱了肚皮，我们这儿有一个香樟花园，大家可以喝茶，里面有很多无动力设施，小朋友也可以在里面玩耍。走，跟我来。为什么我们种香樟呢？因为香樟它可以驱蚊，大家就可以安心的在里面玩耍，蚊虫很少。这是攀爬球，我们有2个，小朋友可以在这儿攀爬，也有搓搓板，这适合年龄段比较小的小朋友。这是我们的秋千区，有很多的秋千，各种各样的。我们这儿还有一个滑索，考虑到小朋友的安全性呢，我们滑索速度不快，来，我试一下。哇，很安全。哦，好，停了。滑索的尽头是沙坑，来看一下。我们这儿沙坑很大，这个沙子也非常干净，我们用的河沙。这是一个沙坑做的天平，好玩吧？孩子们可以称重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做了一个沙坑墙，背后是一个攀爬墙，小朋友可以在这儿做攀爬，锻炼手脚，协调能力。看来我不够协调哈，刚才一阵折腾啊，汗都下来了。我们这有一个希腊风的蓄水池，水比较浅，我带大家去体验一下，一定要脱了鞋哈。来，哇，凉快了，孩子们可以在这儿戏水打水仗，我们还可以捉鱼，漂亮吧？这个水非常清亮。热烈欢迎大家五一到农场来玩，大家可以带上家人朋友来休闲娱乐，太热的话可以打水仗，是吧？中午可以品尝我们的鱼火锅，下午还可以在我们香樟花园去休闲，非常有意思，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。